我还不出手，难不成你想独吞赏金？你终于回来了。是我，我回来了。 百灵哥，是我，杨坤，我回来了。再见面的时候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受任何欺负。我说过的，我要保护好你们，绝对不能让你们再受任何的欺负。再见面时，绝对不让你们受任何的伤害。再见面时，绝对不让你受任何的欺负。 永远不会，永远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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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赵翔。